生命电视放上去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尔时，世尊处于此座，与一切法成等正觉。我们前头是讲的依报庄严，现在讲正报。正报就是佛，依报庄严是地，金刚地，菩提树，地缘。处缘、树缘呐，地缘、树缘、狮子座缘，狮子座就佛所处的那个，所住的那个座。缘呢是庄严的意思，庄严的意思。是菩提树。狮子座，在菩提树下坐狮子座上。那么现在呢，不是依报了，是正报。正报是不可思议的，依报也不可思议的。我们前头所说的佛，只是佛的什么身说的呢？只是佛死生正觉时候说的。那这个成相如何呢？成正觉。那么怎么样成就的？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？在依报上显得庄严，完了从那个地，地完了从树，树完了从宫殿，宫殿完了狮子座，这四种缘是依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说佛的正报，正报说从开始成佛的时候开始起，始生正觉是个什么样子，成相，成就正觉的相。那么在这个清凉国所解释的，有十种的无尽的法界深云，佛的身像云一样的无穷无尽身，偏于法界成正觉。这个身不是全身，不是应身，不是化身，那鲜明的法身。法身是什么呢？觉悟的身，觉身。觉身就是菩提身，以菩提为身。因为经无量劫的一劫的修成，这修行过程之中所积累的德，德利益众生的德，去证法身的德，为这个一切世所尊敬的，在狮子座上现身，
佛成就的。深难到何处呢？深难到狮子座上啊，然后一只眼嘛，坐眼的，就是他的自身，佛的自身，成就的智慧身，是没有前后的，都是他所觉的境界相，境界相，为是所尊。狮子座现的时候，就是佛身所难住的处所。这个住所呢，是智慧所成的。智慧所出一切法，没有前也没有后，也没有所景的景，也没有能景的字。先生，有时候说二谛真说，有时候三谛空假中三谛。无尽法成罪子正等正觉所成就的是觉悟光明智慧。我们一般说开悟了就为觉，就为觉，就是觉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究竟明白了，没有颠倒见，没有颠倒就叫障，到了最极的顶点了，说叫罪。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成就者。凡夫有颠倒惑，不能成功觉；二乘虽然觉了，不名为障。他单知一些诸法有，而不知诸法空。耽误了我空，不能得了法空，所以不能成正觉。成正觉者，成罪者者，就达到无上的意思。你修行没达到顶点的时候，还有上，不能成为罪上。所以因此，佛是成罪正觉，他达到究竟了。入他的如量井，即为一切熟体。无量觉觉熟体，也正真是觉真体。如果简别说呢，从十住菩萨开始起，他的知见就正知正见，不能了了，唯佛世尊才能了了。见了佛性了，才能究竟证得佛性。这些个都是形容词，形容词，形容什么呢？行佛，形容佛成了正觉，有些个什么现象，就是还是依事说的，不是依理说的。依理证得究竟了，理言说相，离个心缘相，一切相都没有了。也离开我们那个所说的功德无量啊，什么这些个，这都是由事上说的。这时候佛证得了的智慧，转八识成四智嘛，证得了平等性智，平等性智，证得了妙观察智，观察平等，观且一众生性平等故。佛的一众生时候，平等平等的那个是成所作智。大圆净智，四字圆融了，没有二性，没有二性。这是此经的宗旨，四字圆融了。我们前头所讲证了菩提了，似乎着有能觉之智，
有所觉悟的法身。智是四，法身是理。在这个证得究竟的法身的时候，理字是无二的，理字无二的。身呢，是佛主要证的，这个身是身业成就了，身业。身业通三四见的，这是成就正觉四见，成就正觉四见，就是正觉的身，身。正觉的身就是法身，一切身的总和了，一切身的总和。我们经常说身口意业这一身具足，完了又说证者这个身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化身。在华严经把三身变成十身，这个到经文里头下头还讲详细解释，都是充满的。那化身呢是普遍的，三四同一指的是法身。智慧身是正得理，因为理骗过智也骗，所以佛的色身无奈，无奈没有障碍，因为理骗过身已骗，这叫圆骗十方，不是粪骗。粪骗是指着菩萨说的。这一片呢，所以说在一微尘里头佛能转大法轮，在一切世间一切微尘圆满成就了，一切都是他的智慧，一切都是他法身的声云。这是要这个理上来说的，要理上说的。在事上咱该讲平佛的平等字、妙观察字、成所作字、圆融无奈的大圆净字，在四字当中，智照顾，字是一理，理照，在四上，理圆融于色，字亦能照。懂得这个含义了，你看这一切的变化，一切的变化，都不离开的法身。都没有离开佛的境界。国土呢是佛一子处，一子处即是身，叫身土不二。这正报和依报没有分别。身即是土，土即是身，正报即是依报，依报即是正报，所以才在微尘里头才能转大法轮呢。但是一身它是互相奢的，法不离于报，报不离于法，化身一直报身，报身一直法身，骗一切身互相奢入。那么佛的三业了，解佛的三业，在佛的身业之中入世，佛的口业呢也入世，佛以意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一切众生的语言法意音演之无不见，顺所依说法的如来以一切语言种演说无边的气经海，这个气经海就是上气诸佛之理，下去众生之机。说意啊意如来意音演说法，众生随乐各得解。那佛的身与意，意就是法身的悟德的智性，自性。但这个一切境界中没有分别的，只是随着众生的缘随缘演说，说普遍于一切能入于诸佛果度。